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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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看一下课本第十五页啊，讲到第十个啊，他说到啊，这里说到这个说啊，说般若蜜啊的第十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这里要说明啊，佛跟一般的人不太一样啊，那可以说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啊。那么即使是啊菩萨阿罗汉，所以他这里讲啊，一般的人认为啊，那么佛其实跟这个世间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啊。所以有这个生死啊，饥渴寒热老病死苦这一些啊，有老病苦这一些啊。那么这里说佛啊，为了说明啊，其实佛跟一般的众生不一样啊，所以就说这个般若。那么这里其实在说明所谓法身跟色身的不同概念啊。大乘佛法那么特别强调所谓这个佛身的法身的这一部分啊。那所以他这里说到啊，他说这个一切天人啊，那么没有办法见到佛的这个身。那这里说如记说啊，诸法实相中，诸梵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啊，那此法甚深妙，无能测量者。佛出悉开解，其名如日照。好，那么这个跟下面那一个啊是连接在一起的啊。他说啊，这有一大段文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文比较多，第十个这里比较多啊。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啊。那这里说到欲思量我身，寻救我欲思量我身，寻救我身，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啊。这个还要跟下面的一起看才会比较知道啊。那但是我们啊先把这一段说了啊。他说这个佛陀的身啊，身长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啊，佛身啊，大智慧里面讲到佛有两种身啊，就是生死肉身跟法性身啊，基本上是讲这两种。那后来有所谓的三身四身啊，那主要大智慧是讲生死肉身跟法性身，那法性身跟变化身是一样的。啊，但是后来就有所谓的，啊，法身、报身、化身，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关于佛的身长大概有多高啊？那一般来讲是说丈六。那丈六身到底多高呢？啊，历来说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长度到底多长？啊，从200公分到300公分啊，300多公分都有啊。那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如果有人研究的话，大概就是有，甚至有说到4.8米的啊，有那么高啊。其实这个也太变成巨人了啊。那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太可能的啊。
那也有人研究，大概就是说可能有2.7米啊，就200多公分啊，270公分，那也很长啊。那么现在最高的人大概如果有250公分，大概就很长了。那一般来说啦，各个经论里面大概都知道，佛的身高大是一般人印度人的2倍啊，就佛的身高大概一般人的2倍。那么这种比例在其他的大圣经典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啊，比如说弥勒佛再来的时候，那么天人的身高啊跟弥勒佛的身高大概就是弥勒佛的身高就是那些天人菩萨的身高的2倍长。那么他方国土有些也是这样，大概就是佛的身高是一般人的2倍。那如果我们说2倍也很高了啊，如果说一般人有160公分来讲，那佛的身高基本上就有300多公分了，啊，那通常都是2倍长了啊，2倍长，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佛到底有多高啊，但是根据记载了啊，是一般人的2倍长啊，那我们如果刻实讲一下了，大概就是佛可能200多公分，啊，就是说那这样已经算很高了啊，200多公分已经非常高了。可能240、230啊，那丈六啊，那一般人就是6尺就很高了啊，然后8尺，那8尺最高的8尺的一倍啊，就变成丈六了啊。那佛的身、哦、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讲到《大唐西域记》啊，他说这个是玄奘啊去印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玄奘去印度的时候，那么经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藏林，啊，叫做藏林，啊，这个是印度的传说，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经典的记载，啊，那他讲到啊，就《大唐西域记》啊，玄奘去印度，啊，那么写下来的啊，这整路上的经历。那后来变成历史上啊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写得很刻实啊，走多久看到什么啊都记载得很详实。他说鸡足山啊，鸡足山是印度的鸡足山啊，不是云南的鸡足山哦啊，印度的鸡足山东北啊走100多公里啊，那么这有一个山叫做佛陀伐那山，在这个山的空谷中啊，山谷里面再往东啊走30余里就到一个地方叫做藏林。那么传说啊，这个是玄奘记载的那个传说。传说这个藏林为什么叫藏林呢？他说有婆罗门啊，有一个婆罗门听到释迦佛的身长啊，身高有丈六。那我们说丈六到底多高？其实现在不太知道啊。那一般来讲是超过200公分了啊。那么以丈六的竹杖，所以他就拿了一根竹子啊，大概有丈六高。啊，那么要去量佛的身体，啊，那这个但是怎么量啊都不够，那个丈六的竹子都不够长，他说粗过丈六都，就是佛的身体怎么量都超过那一根竹子了，啊，就是他拿丈六的，听说佛身高有丈六嘛，所以他就拿那个竹子，一根丈六长的竹子要去量佛的身高，啊，然后。结果那个竹子不够长，啊，然后他又拿一个更长的来，比原来那根更长，又量又不够长，啊，都量不到了，啊，然后他这样量了很多次，啊，都没有办法，啊，所以他后来很生气，就把那个竹子丢掉，啊，然后后来那里就长成，啊，这个应该也是传说了，但是这种传说可以见佛的身高蛮高的，啊，后来有所谓的无间顶像啊，这个我们就后面再来讲，啊，那么遂投藏而去，因植根焉，遂成藏林。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记载啊，说这个是《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了，传说了。啊，经典里面也有记载啊，记载说这个有一个婆罗门啊，这个是《律典》里面记载的，根有律要事。啊，说一切有部根有力，根有力的要事卷九啊，这个我们把它擦掉了。根有力的要事卷九也记载啊，说有一个婆罗门，这两个故事可以放在一起看。啊，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啊，
根有力就是根本受一切有部律，毗那耶，根有力，我们简称叫根有力了。啊，详说根本受一切有部毗那耶，太多了啊，我们就是根有力啊，药师啊，有关于药的啊，卷九，太阳是卷九，他讲到有一个婆罗门，有一个婆罗门啊，听说佛长得很庄严。他就觉得佛再怎么庄严也没有我庄严啊！结果他就去看啊，佛真的比他庄严。然后他又觉得，那佛虽然比我庄严，但是不可能比我高。他可能长得也蛮高的啊，所以他就去跟佛比高啊。结果啊，那么怎么样都看不见佛有多高，所以他就站到那个楼上去看，佛还是比他高。即使他站到楼上，佛还是比他高。后来他就爬到山上去，啊，不是，就是站到更高了。他站得更高，他都没有，他都要去比佛高，都比不到。那佛就跟他讲：“你就是站到须弥山上，你也看不到我，就是我比你矮，就是你也看你还是会看到我比你高。”啊，你想就一般叫做，有时候叫做无见顶啊，但无见顶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啊。但是这个就是说，你也不能看到我的顶相了，就是你就因为这样，他就会觉得他比他高，但是怎么看佛都比他高啊。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是在律典里面有的，刚才那个是玄奘听传说的啊，《大唐西域记》。那这两个可能也有一点点，不知道有没有关联啊。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传说，说佛的身相，一般我们这里讲的是法身不能见，不能量，但是现在是连这个色身，连这个色身。你也没有办法啊，因为般若波罗蜜主要是讲法身，般若波罗蜜主要是讲法身啊。那么现在是连这个色身你也没有办法去测量它啊。现在是讲这样啊，那这个佛就跟他讲，你就站到须弥山，须弥山是这个世界最高的山了、啊。你就是站到须弥山上哦，你也没有办法啊看见，就是啊这个我的顶相了啊。那就讲也记载了这件事啊，也记载了这一件事。那这个后来啊，后来佛就跟他讲啊，你们家祭火的那个石柱，那个柱子啊，旃檀牛头旃檀柱，你去挖出来你就知道我有多高啊。但是这里面也没有记载他到底挖出来是多高啊，也没有这么也没有讲了啊，大概有这件事了。好。那所以他这里说啊，说欲思量我身，寻究我身啊，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好，这个寻究我身啊，没有先想思量我身，寻究我身，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因为他这跟后面的也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等一下来讲好了啊，先讲啊下面的，等一下寻究我身再来讲。他说又如佛初转法轮。应时菩萨从他方来欲量佛身，好，那么这个跟那个思量我身是一样的啊。那么上过虚空无量佛刹，至啊，这里有讲至花上佛，花上佛就是花上如来啊，就莲花上如来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讲的，这个是在记载哪里？《大宝积经》卷十，卷十有一个。卷十有一个、欸、叫什么？我看一下。哦，《密集金刚力士会》啊，这个是另外一本经，这个是另外一本经，叫《密集金刚力士会》，就《金刚力士会》了。它叫《金刚力士会》，那金刚是密集金刚，它是一个药叉来的。那在密教里面算是比较重要的。那么金刚力士。那么它是药叉，啊，药叉大将，啊，蛇药叉啊一样，啊，密集金刚的金刚力士会，它这里面讲到啊，后面也有说啊，佛如来的身与意密啊，那特里面就记载到啊，他先我们想讲这个，先跟这个经典对照来看啊，你就会比较知道，他这里是讲啊，他说佛初转法轮时啊，这里面记载主要两件事
啊，等一下我们再写在那里啊，就是一个就是佛的身体，一个就是佛的声音。那佛的身体这一部分是啊，就是如来啊，在波罗奈鹿野苑波罗奈啊城啊鹿野苑这个地方转法轮，就是初转法轮的时候，这此城道不远啊，所以他这里讲这个佛初转法轮时，应时菩萨从他方来。好，这里的应时菩萨啊，从他方来啊。那么这里分两部经来说啊，挂号的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挂号的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啊。我们对照看了啊，《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啊。好，他说有这个应持菩萨。但是这里翻译的是写应时菩萨啊，其实翻译的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应时菩萨，在这个，因为它这里是引，这里是引这部经的《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那大智论把它叫做密基经或是密基金刚经。大智论引用的时候称它叫做密基经啊，叫密基金刚经了啊。那基本上就是大宝积经的卷十的密基金刚力士会，金刚力士会，然后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这个是他的翻译啊，就是另外一本经啊，这个是放在大宝积经里面的。好，那这里是讲到啊，他到哪里呢？都是到，不是这个应持菩萨，应持菩萨他是从哪里来呢？从东方施夷发佛土来啊，就是施夷发佛，这个佛叫做施夷发。啊，然后世界叫做怀调世界，像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佛叫做释迦文佛啊，类似像这样，就释迦文佛土的娑婆世界啊。那么有一个从东方施夷发佛土啊，佛国土，就施夷发佛的怀调世界来的应持菩萨啊，那大智尊把它叫做应时啊，应时，这个是翻译的问题了啊。那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他说占婆迦花色啊，就思议花，那如幻世界调烟果，他说是如幻世界的调烟果啊。那这里是写怀调世界，他是译作风持菩萨啊，所以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他说那欲度之如来身现，到底如来有多高，可以在哪远都可以看到如来这样啊。那么所以他就往上啊，我们对照这个，所以他说自花上世界见佛身如故。好，他是从怀调世界来，他是从怀调世界来啊。那么去哪里啊？上方去此百亿恒河沙国土，自莲花上如来啊。这个挂号的是这个不思议经的啊，不思议秘密大圣经的，他这样写吉祥藏王如来啊。他说自莲花上如来，那这里是解花上佛啊，花上佛就是莲花上如来了啊。啊，这个花是莲花啊。那么又见佛身如故啊。那么他说到哪里？到莲花眼世界啊。同时他这里写大莲花世界，就是秘密大圣经了啊。我们把它对照来看啊。那所以大智度论啊，这翻译比较接近这个大宝积经的啊。然后，但是他这里写应持菩萨啊，莲花上世界啊。好，好，那么这里是我看一下，应该是。所以啊，他讲到怎么样啊，已经到那么远了，到那么远的都没有办法看到释迦佛的佛顶啊，就是最高了，最高到哪里？已经到那里还看得到啊，这个是有关于佛身的部分。那佛的声音这一部分啊，他也有记载啊，他有记载，我们写在这里。这个是关于佛身的。思量我身啊，寻救我身啊，这个是有关于他思量我身的部分啊。我们写思量我身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寻救我身的部分。声音的部分，好，那这里啊也是一样啊，在这个大宝基金啊，这个密集金刚力士会里面，或是在秘密大圣经里面啊，就是密集经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在鹿野苑啊，如来在鹿野苑，这是第二个啊，如来在这个灵鹫山啊，他说如来在灵鹫山。灵鹫山也是叫王舍城。那么讲一部经啊，这里它叫做净音场经啊，啊说净音场法门。这个净音场啊，不知道在说什么啊。但是另外一部经啊，就是秘密大圣经，我们就讲秘密大圣经里面，他说的是所谓的音声轮清净法门。这里大概是卷六到卷十，这里是卷六啊，音声轮清净法门。哦，这是讲这部经了 啊。好，那么就是如来在灵鹫山说这部经啊，那讲到声音这种概念。这个时候啊，这里是应慈菩萨，这里是大目犍连。这个时候，大目犍连，大目犍连欲视之如来音响所测远近啊，想要知道啊，佛说法的声音可以传多远啊？欲视之如来音响。啊，就声音了 啊，然后发出来，啊，接着的叫做响啊，如来音响所测远近，就是如来的声音可以传多远，测啊，就是通测到达了啊，所测远近，啊，简单讲就是，我想知道如来的声音可以传多远啊，所以。所以就他啊先啊，第一个啊，所以他先啊，先到啊须弥山顶，须弥山顶啊，这个世界最高的啊，第一个先至须弥山顶，听听看还听得到听不到。那么王舍城通常是这样，王舍城在迦毗罗卫国附近而已。不远，那迦毗罗卫国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尼泊尔啊，那它也是在须弥山，就是我们不是说须弥山，喜马拉雅山啊，其实但是喜马拉雅山基本上应该就是须弥山，就在喜马拉雅山下而已啊，那要上去当然一般人上不去了，那用神通力啊，基本上是可以的。现在要爬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是圣母峰。好像8800多公尺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8848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好像8000多公尺，那么是最高的。那就是说，那到上面还听得到听不到啊？就第一个先到须弥山顶啊，那还听得到，而且就好像在对面天一样而已，就好像佛在那边说话，我在那边听到，我到须弥山顶还听得到啊。然后第二个又到哪里呢？第二个到哪里？这叫大千世界的边啊，3000大千世界边啊。大千世界啊，3000大千世界，这个大家也可以回去看的啊，就这个看一下它的原文了哈。就我们简单讲啊，3000大千世界的最边，因为一般世界的边都是铁围山的山顶啊啊，当大千世界边啊最旁边啊，那大千世界大概是我们的恒河系的最旁边的那个世界的铁围山啊，就最边边的啦。大千世界边铁围山，
铁围山啊，在铁围山上。那么，就铁围山顶啊，在铁围山顶啊，写一下好了。意思就是这个大千世界的最边的，然后最高的山上了，哎，然后也还是听如来的声音都一样，啊，但是说这样听如来的声音，如故变异，如近不远。就好像啊，原来听的一样啊，如故无异，都没有差别，也没有比较小声啊，就好像你在前面听一样啊，所以他干脆用神通力啊，但是他的神通力没有办法跑那么远，结果佛知道，就故意让他的神通加倍啊，可以跑到最远，过了那刚这里讲到过百亿啊，这里这个菩萨是过百亿恒河沙国土。那这个是阿罗汉而已啊，所以他如来加持他过西方，这个是往这个是东方来的啊，他往上方去看佛的身相，这里是大目犍连啊，那么往西方过九十九恒河沙佛国土啊，过西方，结果啊他就过西方九十九恒河沙佛国土，这个是百亿啊，就是恒河沙。那基本上就是菩萨的境界跟阿罗汉的境界不太一样，但是他也是佛加持才有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是一般大圣的概念啊。过西方九十九恒河沙，是佛国土哦啊，佛国土。然后想要再听佛，这个佛国土是什么世界呢？啊，这个佛国土是叫做光明房世界，光明房。啊，那我们说过另外一本经叫做光明床，啊，它的翻译的问题了啊，就这个不一样啊，光明床啊，这个光明方世界，光明方世界有一个佛叫做光明王如来，啊，光明王如来，光明方世界的光明王如来。这我们是娑婆世界的释迦佛如来啊，不一样，释迦如来，这是光明方世界的光明王如来。到这个佛那个地方啊，那到这个佛的地方，那个佛的身长啊，因为那个菩萨的世界，他说佛身长有四十里啊，佛身长四十里。那一般来说，就是佛的身高基本上就是一般人的两倍，所以他的菩萨身长二十里啊。你看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佛的身高是一般人的两倍了。这个在很多经典大概都这么记载哦啊。如果你们自己看的话，菩萨的身长二十里啊。那讲到弥勒佛再来说也是一样啊，二十里。那二十里很大了啊。那他说他的波就有一里啊，波也很大。那这个目犍连啊，我们就写到这里去了，后面就讲起来啊。那目犍连飞到那个世界的时候，只能站在那个波的波沿上啊，那看起来就像一条小虫。那些菩萨忽然间看到这个佛的这个波上啊，哎，有在这个波里，波上面有一个会动的东西，他们就问这个佛，为什么这个波上会有一条虫？那个虫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不是一条虫，他是过这个东方百亿恒河沙啊，就是九十九恒河沙，有一个释迦文佛神通第一的弟子叫做大目犍连。那他为什么来这里啊？他想要知道佛的声音可以传多远啊，所以他就用神通力飞到了这里。结果啊，这个目犍连就在那边听啊，佛的声音一样，如故无异，如近不远，还是一样，跟他在前面听的时候一样，跟他在须弥山顶听的时候一样，跟他在铁围山大千世界边铁围山顶听的还是一样，完全一样啊。所以他基本上就觉得啊，这个佛的声音没有办法测量。那个光明王如来啊，
就跟他讲，你不要想要测量佛的深渊，啊，这不是他的境界了，啊，然后现在，但是他已经飞太远了，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他就问这个光明王如来，那我现在是在哪里？啊，你现在在你家，啊，你家往东99恒河沙国土，他回不去，目见人神通机回不去，他来是因为释迦佛的神通力让他过来的。啊，须弥山顶跟大千世界边，那是他自己的神通力，但是他只能到这里啊，啊，那他要过99恒河沙佛国土，他自己来不了，所以他是其实是释迦佛为了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让他用啊，用他的神通力让他飞到那么远的佛国土，那所以他叫他回不去，不知道怎么回去啊，他就问那个光明王如来，为什么我回不去？他说你的神通力没有办法。他说：“那我要怎么回去？”他说：“你要向东方释迦佛啊顶礼啊，然后说你想回去，那佛就让你回去了。啊”所以他就开始啊，那顶礼啊，这释迦佛啊，他也忏悔说他想要测知佛的这个声音。结果他一念啊，那没多久就回去了啊，回到去了啊，就讲这个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寻救我身啊这一部分。那龙树菩萨这个都是引这个密集经的。啊，那密集经我们说在大宝积经里面它是金刚力士会啊，啊，这个有时候叫做金刚藏菩萨，有时候叫金刚萨埵啊，这密教里面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好，好，那这个都是在说这个欲寻量我身，欲寻救我身，欲思量我身啊，那这个还是色身的部分而已哦。这个是色身的部分哦，还有法身的部分啊。那么最主要是在讲法身啊，其实最主要讲法身。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课本啊，所以往上看啊，就思量我身，寻求我身，不能测度啊，况我智慧三昧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写。好，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啊，如记说。诸法实相中，诸放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啊，其实就是一切众生中。其实他最后还是讲到诸法的实相，啊，其实他说佛的这个色身，佛的这个身相，他基本上是依法成，就是他解悟，他觉悟这个真理，啊，基本上还是在讲这个色法身的，啊，所以他说你念佛。佛的这个可以看得见的、听得到的声像跟这个声音，你都没有办法真正去测量，何况是看不到的智慧三昧。好，那这里就要说到这个，一样是这一部经里面啊，他讲的啊，他讲的一些概念啊，这个是好，我们把这个，因为这个这里的文基本上是依这部经里面的这个东西说的，那两个都合起来看。好，我们看那后面有讲到啊，光明无量，音响亦复无量，戒定慧等诸佛功德悉皆无量，如密集经中啊，这个要翻到十六页来看了 啊我们要合起来看才比较清楚啊，所以他后面啊这个讲完啊，下面有一个记啊，这等一下我们再说。然后后面我们翻过来啊，如佛身无量啊，他只是讲到佛身而已，光明音响亦复无量，戒定慧等诸佛功德悉皆无量。后面这整个都是依密集经啊，都是依密集经啊，他是写这个旁的偈啊，一样啊，他是写依密集经的。好，那我们把密集经里面的偈啊，然后也写出来啊，那么大家就会比较清楚。龙树基本上是依这一本经啊来讲这一点的。
们写一下。他说，我们把他写的蛮长的，但是我们把它里面跟这个有关的，跟龙树的大智慧论里面引有关的写出来就好，啊，还是蛮多的啊。他说，如其虚空广大故。佛功德具亦复然，那写在上面一点哈。功德具一般啊。如果声闻里面来讲啊，就是所谓的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啊，那佛当然就更多了啊，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三不护啊，这种啊，佛功德界亦复然。为界定会解脱门啊，界。会解脱啊，即彼解脱之见等啊，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这是最早的所谓法身的概念，叫做五分法身啊，即解脱之见等。啊，就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一般最早说的五分法身啊，功德具啊，功德法身啊，界定会解脱跟解脱之见。好，然后这里就讲啊，如佛啊，不是如其虚空无分量啊。它是分几段来说明，如取虚空，就是不可以测度、不可思议的啊，无分量，你不能够去测量它啊。佛色相等亦复然，佛的色相也是这样，你也就好像你不能量虚空一样，你没有办法去测量佛的相。顶相高广不能观啊，我们再来，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无限顶相这个概念啊，无限顶相到底是什么啊？顶相高广不能观，佛身。与彼虚空界无异啊，就好像虚空你没有办法知道虚空到底多高一样啊。与彼虚空界无异，然后一样啊，如其虚空广大故。它是一层一层的来说了啊，佛身广大亦复然，这里是讲佛的色相啊，这里是讲佛身啊，由身广大量无边。光明广大亦如是啊，这里讲到光明，所以他我们看到十六页啊，这里有所谓的
佛身无量光明音响啊啊，那等一下再回去看啊，先就是先看到这边啊，光明广大亦如是。尤其光明广大故啊，所以语密广大亦复然啊，就讲到身口意啊，语密广大亦复然。语密广大量无边，心密广大亦如是。这个就是它的主题，身与意密。心密广大。然后尤其心密广大故，佛慈广大亦复然。佛慈广大量无边，佛智广大亦如是，啊，这佛的大慈悲大智慧。量无边就是不可测量啊，佛智广大亦如是。好，啊，就到这里。好，那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啊，先来看经文啊，先来看课本。好，我们再翻回来啊，这个十五页啊啊，因为它这里是要连着一起讲的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五页啊啊。他说：“欲思量我身，寻救我身啊。”这我们上课讲过了啊，就是应慈菩萨跟这个大目犍连啊，一个要量佛的身体，大概有。到什么样还看得见，都可以多高了哈，多广。那一个要量佛的声音可以传多远啊？那么都没有办法啊。这个是出自在《密集经》里面的啊，就应慈菩萨啊，这里是写应慈菩萨啊，跟这个大目犍连啊。那么何况智慧三昧啊？那么其他的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么他说，所以啊，那么凡夫没有办法啊了解诸法实相。啊，那诸法实相当然是这个圣者才有办法啊。那圣者就近了知的，就佛才能就近了知，唯佛与佛乃能就近了知啊，就是圆满彻底的知道，这个是只有佛才有啊。所以他说，诸法实相中，诸梵天王等一切天地主，迷惑不能了，这个是指凡夫的部分。但是圣者他还也能够知道诸法实相一分两分，但是圆满知道的只有佛啊。但是完全不知道诸法实相的就是凡夫，那梵天王等啊。那当然这是从一般来说。那如果说像大圣经典里面很多都说啊，这个天王啊、梵王啊，这个都是菩萨第几第几地的菩萨，那就又另当别论啊。所以他说这个实相法没有办法量，所以。真正不可测量的是法身，不是色身。但是这里的概念是佛的色身，佛的色身是由佛之所以成佛，是由他见诸法实相而成的。那因为佛的法身不可量，所以变成色身也没有办法测量啊。那佛出悉开解啊，其名如日照。那佛出现在这个世间，跟大家说。诸法实相是什么？啊，这个就是《法华经》，如来之所以出现一世，为令众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开示佛所知所见，就是什么实相，诸法实相嘛。
啊，这个就是《法华经》里面说的。好，所以这里说到啊，佛出悉开解啊，开示悟路，开示佛所知所见，就是开示诸法实相，让众生也可以悟入诸法实相啊，即是这样。其名如日照啊，能够啊明白了解啊，就好像太阳啊出现啊，就《金刚经》讲的啊，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啊。那么佛啊，好像太阳一样，那么跟你开示这个诸法实相，众生那么有智慧，那么就能够理解啊，就好像。啊，太阳光底下可以看见种种的东西一样啊，可以见诸法实相，在佛的开示下可以悟入诸法实相啊，在讲这样的道理。所以他说诸法实相此法甚深妙，无人测量者啊，佛出悉开解，其名如日照。好，那底下就是引啊，刚才我们说过的啊，初转法轮应时菩萨啊。好，那到莲花上世界，莲花上如来佛世界。那么底下个记啊，我们说一下啊。他说：“虚空无有边，佛功德已啊。”那这个就跟这个记差不多一样啊。色欲量其身啊，色欲量其身，唐老不能尽啊，就是唐老不能尽，就是枉费心力了，徒劳无功了啊，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真正测量佛所说啊。所以他说。虚空无有边，佛功德已有。很明显的就是，啊，那个《密集经》啊，它是在卷六啊，卷六啊，《密集经》卷六啊，《密集经》就是《密集经》是这个《密集经》是这个大智度论的说法了啊。那一般来讲就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啊。或是金刚是如来位啊，那我们就用大智论的说法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讲这部经啊，《密集经》卷六啊，就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了。好，如其虚空广大故，佛功德具亦复然啊。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这一句啊，就龙树之引用这个，那鸠摩罗什翻译啊的，就是是这样翻的啊。那这个密集就是如来不思议秘密大圣经是唯净翻译的，大宝积经的大宝积经的金刚力士位是菩提留智翻译的，啊，好，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虚空无有边，佛功德已有啊，那很明显就是啊第一个记啊第一个记诵啊，啊就是如其虚空广大故，佛功德具亦复然。所以啊，假设这佛的功德就像虚空那么广大啊，所以你真的要量佛的身体啊，那么是没有办法啊量得到的。上过虚空界无量诸佛土，见是狮子身啊，是狮子就是是狮子就是释迦佛啊的意思了啊。这个狮子就跟我们老虎、狮子、狮子一样，早期的字都是这么写的，就是它没有犬字旁，后来都多了一个犬字旁。啊，这个狮子，啊，那四狮子就是佛的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四狮子，啊，那就你要见佛身的意思了，就是你上过虚空界，很明显就是这个《密集经》里面的应时菩萨啊，应时菩萨要往上啊，然后到莲花上佛世界啊，也看不到啊，这无量诸佛土啊，它是过百亿啊，百亿恒的沙佛国土，那么要看。佛的身体还能不能看得见啊？如故而不异啊，还是一样啊。那么佛身如金山，演出大光明啊，这讲到光明的部分。相好自庄严，犹如春花敷啊，就好像敷就是开了啊，像春天的花，春天百花开嘛啊，那就是那么鲜艳了 啊，那么好看了 啊，其实是这样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啊佛身的部分，好，再翻过来啊，我们翻过来。如佛身无量，好，那这里就讲到光明音响亦复无量啊，戒定慧等诸佛功德悉皆无量，如密集经中三密啊，生密、语密、意密啊，那么这个是密集经里面讲到三密。
那么此中应广说，啊，那这里广说就是要你要去看那个《密集经》里面了啊。那因为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啊，他讲到这个，我们可以看啊，因为他这里讲啊，说无量佛身无量啊，那么佛功德具，佛功德具啊，那基本上包括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那这里讲。如其虚空无分量啊，这里少写一个字。如其虚空无分量，佛色相、佛色相等，就像虚空一样，顶相高广不能光，与彼虚空皆无异啊。那么佛身、佛色相、佛身、佛光明啊，佛光明啊，这里讲的佛光明、佛身、佛光明、佛音响啊，语密啊，那么心密啊，那么佛的慈悲啊，佛的智慧啊，大概他讲到这几点。好，好，那我们先下课啊，等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里啊，我们刚才说要讲一下无间顶相这个概念。那无间顶相啊，它有时候就是翻译叫做无色逆沙相啊。那它是三，有时候叫做顶上漏迹相，有时候顶迹相。那这个相好啊，那基本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里面啊，那我们先来说这个长阿含啊，它是三十二相中最后一相，因为它是从脚开始讲，足下安平立相，这是第一相啊。那中阿含也是啊，那第三十一相是，它是放在第三十一相啊，就无间顶相。然后另外他把白毫相，眉间白毫相放在第三十二相。那如果是大般若经里面啊，他是从头上开始讲，所以无间顶相是第一相。那大智度论是跟中阿含一样啊，大智度论也有讲三十二相啊，那他是大概他跟中阿含一样。好，那我们先来讲这个无间顶相是怎么，因为从我们前面看到的密集经，就是说你怎么看都看不到佛是有多高。那这样是怎样，这样的概念我们一般是没有办法讲清楚，就是说那我们是看不到佛的全身吗？那也不太可能啊。佛的色身你不可能看不到啊，就是佛一个人站在那里，你怎么看不到佛的色身？那么他一出生就让人家看不清楚他到底有多高吗？那他怎么又知道他丈六金身啊？所以这个无间顶相一般就是你看不到他的顶。那这个顶是什么意思呢？那一般来讲就是说你的身相看不到顶啊，就好像这个像刚才举的句子，目年是讲身，这个应慈菩萨要去看这个佛到底多远多高可以看得到啊，到了百亿恒河沙佛国土他还看得到，那看不到那个顶。可是你又看不到那个顶，就是那个头一直很长嘛，那也不太可能啊，所以你会一下子想不出来啊。那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到很远都还看得见佛啊，那么这个是还有不可思议的部分了、啊。但是只是那个头你说看不到它的顶，那这个很奇怪，这个有时候我们会想不出来。就好像你说佛从右胁出生，我们也会想很久想不出来，但是这个无间顶相更难想。那通常是这样啊，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啊。我们比较好解释一点，就是说，那么因为这个顶迹像是头顶有一个肉迹啊，就是这里有一个隆起，这里有一块肉隆起，但是它这个隆起不是像我们这样稍微高一点点，不是，它是隆起有一块远远的东西，它是比如说这个是佛的啊，这个我们把它擦掉了。它是就比如说这个是佛的头来讲，那么它这里有隆起一块圆圆的啊，这个叫做漏迹。经典上的说法叫做如春山吐日啊，这不知道是哪里说的啦，但是就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啊。比如说这个是佛的头，然后它这里就有隆起一块啊，隆起一块圆圆的，那么是漏，叫做顶迹相，在这里有隆起一块圆圆的啊，那这里会放光啊，它放光。那如果基本上如果说不见顶，就是那个光你不晓得它能够放多远，如果那个光顶上的光明是不可见顶，那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那如果你说这个头上这个肉髻看不到顶，那这个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说如果比如说顶相不能见，就是说看不到它的顶在哪里，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知道它这里有肉髻？那它就是一个顶啊，就是说我们来看，一般来讲就是说那个顶相你见不到它，但是基本上它这个就是它这个隆起这一块是圆的，然后它这里有纹，那它还有法嘛，它有那个，它如果没有剃的话，就是说你看那个佛陀刚出家的时候，他剃法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右旋螺纹的法啊，就是那种 Q 摸的，就是说他是卷毛的，佛陀是卷毛的啊，它是右旋的卷毛，然后它这个纹，像非洲很多也是这样啊，很像卷毛的。然后它那个法，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这个是顶迹相，这个是三十二相之一，三十二相是顶迹相
啊，乌色逆沙像，但是不见顶，无见顶，无见顶，这个是好相好里面的相好，一般都是在第66相好里面啊，要80种相好嘛，32相80种好，32相80种好，那么无见顶是一个相，是一个好了，是一个就是它是这个相好啊，就是你看不到它的顶，那这可能是光明相啊，所以光明不能见顶啊，有这么一种，这种是比较好理解的。另外一种就是说，它里面它那个无见顶里面啊，它那个法有螺纹，它那个肉里面也有很细的螺纹相啊，那因为这个很细，那个你也看不到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那这个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有点像马阴长相。马阴长相就是佛的雄性，就是他的那个器官，他像马一样，他会缩进去啊，他看不到啊。那么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他一样是不能见啊。那这个无见顶，它是因为它也许它是维系有这个螺纹相，它也你看不到啊，那就是比较隐秘系，它看不到很细啊。那这是基本上无见顶相的三种说法，那通常是以它见不到啊，那所以它叫做无见顶相，就是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它看不到它的顶在哪里啊。就刚才我们讲那婆罗门要去量佛啊，它也不是无见顶相，都是量佛，怎么量佛都比那个竹子高啊，然后拿一根啊，比如说他拿假设佛200公分啊，因为如果两倍高，大概可能就是两倍高要300公分啊，那么讲到高的有400公分，那这个太高了，这个太不合乎科学了啊！如果在印度那个时代长出一个200公分的，那已经是很高了，那是有这种人。但是你说长出一个400公分的呢，那太离谱了，那就是好像金刚一样啊。那但是就是比较我们比较难以理解了啊。但是大概人的两倍高是有的啊。那比如说他很高啊，那么这个那还有一种就很简单嘛。就是佛比一般人很高了，那一般人是看不到他嘛，就是你要整个看，就是啊，你要很仰望看，你都看不到佛的顶，因为假设了，我们用现实来说了，就佛很高嘛，啊，那你这样看，你只能看到面啊，你看不到这个顶啊，你就当然就看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佛太高了，也有可能是这样啊，但是一般来讲，就是无见顶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大智论基本上跟中阿含一样啊，就是它是从脚啊，第一项是足下安平立相嘛。足下安平立就是，一像我们讲脚有点像扁平这样的啊。那但是32相跟我们现在的人来看，基本上都，就说有些我们会觉得，甚至我们现在会觉得这种相就是不是正常的啊。那通常就是这样。好，那这个是无见顶相，啊，一个顶肉有螺纹，所以螺纹不得见，这个是其中一种解释。那有光明啊，这肉髻中。这个光明看不到顶啊，你不晓得光明到哪里啊，那这个也是一种，但是一般常见的就是顶相身相这个顶啊不能见啊，那大概是这个无见顶相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概念了 啊。那一般我们想说那佛看不到顶那是怎样，那是一直头很高吗啊，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办法理解啊。不过从这个应慈菩萨啊，大智论讲应时菩萨要去量佛身啊，他不是头顶的，他是量佛身啊，没有办法啊，知道佛，你真的要去量就量不到了。但是你看，基本上还是一个人啊，一个人的相啊啊啊。好，那这个是有讲到啊，这个第10个啊，要断他。为什么讲波罗蜜啊？就是重点在讲佛跟人不一样了、啊，佛跟一般的人不一样。重点在讲这个啊，所以你不要认为佛跟一般人一样啊，佛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我们再看啊，16页里面的复次啊，佛出生时啊，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啊，堕地行7步啊，出生他就走7步啊，那到底是走几步啊？向哪里走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那讲了些什么？口字发言。言尽辩末，就一出生就会讲话，讲完话不久就不讲了，他们一直讲。那有没有这种事呢？其实也有，啊，有些小孩子真的是出生就会讲话，那一出生讲话，人家会觉得怪胎，所以他后来都不讲。啊，确实也有这种，确实也有这种，啊，
那么一般的人有些他出生就有记忆，他前生的记忆，但是慢慢就失掉了。多数的人小孩子是有记忆的哦，记忆他前生的，但是后来渐渐就没有了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了啊。那有一些人是出生他就会有那种记忆的啊。我记得我刚出生的时候我还记得呢。啊，我会觉得我第一个念头是，我怎么会在这里？真的。然后呢，那有一些事现在完全忘记了，现在渐渐忘记了。啊，那我记得了那个，但这件事我还记得。啊，一出生的时候，我就说，哎，我怎么会在这里？就这种概念啊，有一些观念慢慢没有了。好，那所以这个，但是特别啊，他说言尽辩末啊，就不讲话了。啊，这我们在看人都。里面也有如住婴海，就跟一般的人一样，跟一般的人一样，不行啊，就没有办法走，要用爬的嘛。啊，不讲话啊，那如哺三岁啊，就是要喝奶啊。那一般以前没有牛奶了，都是母乳。那如果你的母亲没有啊，就要找另外一个母乳乳母啊。那因为释迦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出生。释迦佛出生七天后，啊，那么就升到刀立天去了，啊，那所以他就由他的摩耶夫人的姐姐啊，或者说妹妹啊，那么把他抚养长大啊，变成他的乳母跟养母，啊，那么佛身无数过诸世间，啊，现在又讲到这个佛身的概念，啊，那所以说佛身无数的概念是什么？啊，基本上就是化身了，啊，只有化身才无数。那如果是法身的话，基本上就不可见。过诸世间为众生故，现如凡人。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佛身无数这个概念。啊，《大智度论》里面，哦，通常身这个概念。因为现在我们有所谓的三身四身啊，后面比较复杂一点。那我们先讲啊，那么尤其是大圣的佛陀观哦，大圣经典的佛陀观跟部派的，然后跟阿含的又不太一样。好，那通常我们在大智论里面啊，从大智论里面我们来看啊，大智论里面它基本上是啊怎么样讲这个佛身的概念啊，大智度论。我们来看他有提到的时候卷九啊，他讲到有两种身，法性身跟父母身身。那这个法性身，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这个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啊。法性身跟父母身，他说有两种身啊，啊，他通常都是两种身而已，没有三种，没有四种啊，就是佛有两种身啊，佛两种身啊，一个法性身，一个是父母生身。因为我们只有一本而已啦，因为这里有好像九本的四本太多了，我们就给一本，我们把它写在这里。然后卷十的时候他又说到有神通变化身跟父母生身。好，那这样看起来好像三种身了，那其实不是，也是两种身而已，等一下我们再讲变化身和父母身身。因为我们很容易把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啊，那么化身啊释迦牟尼佛啊，那父母身身啊，那这个神通变化身啊跟法性身身气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再往底下看啊，它就是我们把它有关于提到佛身的这个概念，佛身的这个概念啊，然后把它归纳起来看，其实它就是两种而已啊，就是法身跟化身，或者是法身跟色身啊，基本上就这样。那这个父母身身一般有时候叫做八万重身啊。那我们来先来看那卷四十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回去参考经文啊，他说生死肉身有两种身，一个是生死肉身啊，一个叫做法性神通法身。法性
神通法身。卷六十的时候，他说啊，有一个生死肉身跟一个法性生身啊，这里又有所谓法性生身啊，那法性生身是不是等同法身啊？如果这样看又不一样哦啊，让我们再来看，反正这后来名词的东西弄得很复杂了啊，法性生身，这个是生死肉身，这个是。另外有一个叫做法性生身啊，卷六十的时候生死肉身，还有一个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生身啊。那这个是有生死，那这里说出三界不生不死，所以如果是这样来看啊，不生不死，如果是这样来看啊，就是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生身跟有生死的肉身啊，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依他这个文来看，这个是在说明有生死的是肉身啊，生死的肉身跟出三界不生不死的，出三界不生不死的法性生身。好，这个是卷六十的啊。再来看啊，卷七十七的啊，卷七十四，我们把它有关语都可以拿出来看比较了啊。那么一样，它就是生死肉身。跟法性生身啊。卷七十七，好，大概就这么多了啊。卷七十七，他说是菩萨得无生法忍，舍生死肉身，得法性生身。菩萨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就得法性生身，舍生死肉身。就是法性生身怎么来的？得法性生身，舍生死肉身了啊！得无生法忍，舍生死肉身。他怎么转换的了啊？这生死肉身。所以圣者基本上就是法性生身了，圣者。基本上就是法性生身啊，舍生死肉身，得法性生身。好，如果照这样来看啊，通常就是两种身了啊，在大乘院的时候，通常就是两种身，一个叫做色身，一个叫做法身。但是这个法身又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不可见的，真正的法身是不可见的哦啊，真正法身是不可见的。法身无相嘛，尽虚空遍法界啊，法性啊，那基本上法身就是法性所成啊，法性所成，那么基本上就是法，那么基本上就是法性了啊，法身基本上是法性，等同法性，那是不可见的啊，不可见，不可量啊，但是这里是可以的，这个法性生身的概念有时候等同法身，有时候不等同。它基本上法性生身有时候它就是意生身哦，意识所成哦，意所成身哦，有时候叫意生身啊。所以这些概念哦，有时候我们会混在一起，也搞不清楚它到底什么是什么啊。等一下再来讲意生身，现在讲法性生身了 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先有一个概念，然后我们读的后来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这种我概念就会越来越清楚。那生死肉身跟法性生身
那它基本上就是两种，法性身它又是变化身，它就是神通变化身，啊，都一样。所以它你看这里就把它练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误会啊，法身、化身、啊、色身啊，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它法性神通法身啊，或是化身神通法身，基本上就是变化身。法性身就是神通变化身，它还是可见的，它还是可见的。那这个跟有一点像报身的啊，因为如果是三身的概念，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是不可见的，法身是骗虚空进法界是不可见，那报身可以啊，那化身啊就应化身，就是色身啊，就是我们的业报身，就是释迦佛的业报身，通常是这样。那化身的话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报身的话就不是。八万四千相无量相好，那如果是报身的话，只有圣者可见，只有圣者能见啊，那又不一样啊。那通常这个大智度里面只有两种，就是法性身跟父母身身。那法性身跟法身不一样哦，法身基本上我们通常是指界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是这样的概念，是法的概念，不是身的概念。就五分法身嘛，《阿含经》里面的界定慧解脱，就佛功德了啊，解脱之见，这个是不可见的啊。这个叫五分法身嘛，啊。好啊，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就十六页这些啊，他说凡人生死啊，一般的人出生的时候。身分诸根及其意识未成就啊，身分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这五根啊，然后意识就是一根啊，就是我们的六根啊，身分诸根眼耳鼻舌身意还没完全成就啊，说眼睛还没完全能够认识，或是甚至还没张开，然后耳朵啊，基本上应该在这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哦就可以听到声音了，啊，耳根就已经有了，但是还没完全成熟了，不能够啊知道人家在讲什么啊，但是他应该可以听到声音的。那有些也可以听得到了啊，就眼耳鼻舌身，那接触啊这些了啊，还没完全成就，啊，不是没有成就，是还没完全成就啊。那么甚至是头脑还没完全啊长成熟了啊，所以。身是位以行住坐卧言谈语默种种人法，啊，皆悉未了，啊，就是有关于人，一般人能知道、能看到、啊，能尝到、啊，这个能想到的这些种种，啊，都还不是啊很清楚明白，所以渐渐学习啊，一天过一天啊，从小啊这样渐渐学习，然后开始知道啊一个人。应该有的礼仪啦、规范啦、道德啦、啊、伦理啦、啊、知识啦、啊、这一些就是慢慢学习来的。那所以他说，一般的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从小慢慢学习才知道的。那么佛为什么出生就能讲话？我们能讲话要讲什么话，也是出生才知道。哦，这个叫爸爸，这个叫妈妈。哦，这个是甜，这个是咸，这个是高，这个是矮。那么佛为什么一出生就能够讲话？他怎么知道要出这个音？如果你是在闽南人家长大的，你就讲闽南话；你是在北方人长大的，你讲北方音；你是在这个西方啊那个美国长大的，你就讲美语啊。那为什么他没有学？他一出生就能讲啊，而且就能够走啊？那么这一些很奇怪。那为什么一开始可以，后来又不行？那既然前面就能够讲话能够走了，他为什么讲一句话或者讲几句话走几步之后后来就不走了，后来又不能走了，就跟人一样了。那这个事又更奇怪了啊，所以他在讲啊，那么这些事啊，那为什么佛的这个出生啊那么这么奇怪的。那他说，但为此故以方便利，因为要让大家啊明白啊了解啊，就是说佛身，因为这里的主题就是佛身跟一般
不一样，佛出现在世间跟一般人不一样啊，所以那么这个要有般若波罗蜜啊，你要见实相啊，就是你要了解你才能知道，所以以方便利现行人法，如人微语令诸众生信于身法啊，他后面是在说啊，那么为什么一开始能够讲话能够走路，后来又不能了啊，这是为什么？他说假设释迦佛这个菩萨就是释迦菩萨悉达多，那么出生的时候就能够走啊，能够讲话啊，那么世人会这样想啊，现在这个人世未曾有，必是天龙鬼神其所学法，非我等所及，何以故？我等生死肉身啊，我们说过这个大智论里面讲到生死肉身跟法性身啊，生身啊，这两个不一样，为结死业所欠啊，结死就是烦恼啊，我们说过有九结，有五上分结，有五下分结啊，有三结啊，那、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概念被烦恼做不同的分类啊，总共是来讲有九十八结啊，这个是部派里面说的了啊，那么业所欠，我其实就叫业报身了 啊，那业报是从烦恼来的，所以叫做结死业所欠，牵就是牵引啊，所以我们会受六道的身，叫做引业啊，引业就是烦恼业所牵引而成的，叫引业啊。然后所以不得自在啊，就是你由业报所成的，就要依业啊。那你没有办法啊，说随着你啊想怎么就怎么的啊。比如说你出生做狗。他就是用四只脚走路、啊、你就没有办法用两只脚走路、啊、那他出生做这个鸟，他能飞、啊、但是他就是没有手、啊、没有可以爬树的手，他有脚、啊、出生做鱼就是离不了这个水、啊啊、离了水没多久就会死，就好像人、啊、在水里面没有空气没有多久会死一样，就是这个就是业报，他没有办法自在、啊、没有办法自在，像我们一定要吃饭，不吃饭会饿死，呵呵，那个也是啊，没有办法自在啊。如此身法谁能及之啊？就是说，那么这些就是佛啊之前啊，他说是天龙鬼神其所学法啊，世间的人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了啊。那么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学的啊。那我是一般人，所以我学不了这么深的法啊，所以就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就自己这样啊，那么就自暴自弃了啊，我们就悲慢了啊。那其实现在很多佛教徒，不管在家出家啊，这个也是很多都有悲慢。悲慢就是说，最常见的就是啊，我烦恼这么重，我业障这么重啊，我的知识这么浅薄啊，我都没有什么智慧啊，所以啊，佛说的这些法啊，我没有办法体会，我也修也，人家修可以成就，我修也不能成就，所以我只能怎么样？只能好好念佛，求下品下生就好了啊。这就是什么？这基本上跟这个一样啊，就是说我烦恼重，我业障重，我智慧薄，我能力差啊。那佛说的这些法，我相信都很好，都可以解脱啊。但是我不能、啊、我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别人听没多久就会了，我听很久都不会，别人学几遍就会了，我学很多遍都还不会，过了这么久我烦恼还是这么重，然后就开始觉得哎呀，这些法就开始有人就鼓吹了啊，说啊，我现在是末法啦，我们的业障重啦啊，根气差啦，根气劣啦，业障重啦，这个时代是末法啦，所以修行解脱是不可能的啦，只有念佛往生才可以啦，啊，你靠自己是没办法的啦，只有靠佛力啦，啊，那这种基本上就都是什么，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你自己斩断自己的路嘛。佛说这些法就是要让你学的，结果你说佛这些说这些法是给那些
智慧高深的啊，那么根气利的啊，头脑好的，烦恼轻的人学的，像我这种是学不了的，因为这样自我局限，妄自菲薄，成不了贤圣法器。这个很重要。我发现到现代的人最差的，相信佛法但不相信自己。那一般世间的人相信自己不相信佛法，这两种人都没办法，所以没办法。我看最多的就这样。所以最好的是要怎么样？要相信自己，也要相信佛法，因为我要学佛，我要成佛。不相信我，不相信佛，你都没办法啊。所以相信自己，相信佛法。那相信自己要了解自己。你说你相信自己就相信自己，那个不是盲目的相信啊，也不是那一种傲慢的相信，不是。你要真正了解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啊，那么在哪里。因为既然六道里面能够作为人，那么都是有他的功德啊。你为什么不是一只狗，不是一只猫，不是一只虫啊，不是一只跳蚤呢，不是一条鱼呢？你为什么是一个人呢？啊，那么你为什么可以听闻到佛法呢？你为什么不是生在边地啊、回教啊、家庭啊、基督教家庭啊，不是生在邪见家，不是那种四肢变聪的呢？为什么你会相信佛法？为什么你会想修行？为什么你会想学佛？为什么你会想解脱？你要了解啊，它都有因有缘啊，有业啊。那你了解了，你就会觉得你跟佛有缘啊，那么你也有善根福德因缘，你就不会觉得啊，就被有时候看一些方便说的，看多了就会觉得我业障重，我又在末法，我又见不到佛啊，所以我要修行又不可能啊，因为大家都看得到自己的烦恼嘛，烦恼重嘛，那要修行又很多障碍嘛，又变成业障重嘛啊，那每次诵经啊、拜佛啦、啊，啊，那都说念一声佛，福增无量，啊，拜一次佛，罪灭河沙。我都拜了几百次、几千次了，罪还这么重，可见我是没办法成就的，啊，通常都会这样哦。通常修行有时候第一关最难关的就是叫做自我局限关，自己把自己画在那个地方了，我就只能走到这里，再过我就走不过去了。我就只能跨过这么高，再跨我就跨不过去了。所以一直这样跟自己讲，就在那个原地画，就是像一只狗或者一条牛，你给它画一个圈，叫它不能走出，它就不能走出，它就在那里了。我们叫做画地自限。佛教徒哦，尤其很多出家人也一样啊，那么很会画地自限，告诉自己。啊，我只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我只能到这里，我不能到那里，啊，然后慢慢，你就变成真的是这样了，啊，你就变得真的是这样了，啊，那是自己告诉自己的，自己其实都是自己障碍自己了，真的。那这个是我，就是出家这么多年来哈，然后我到各处讲经，各地讲经，看过很多人，多数的人。都是自我局限，自我局限你就自己画地自限，就你出不了。这里就是这里讲的，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你之所以不能解脱，不是因为现在是末法，不是，也不是你因为你根气钝，你业障重，业障真的重了在三恶道不会成为人，业障真的重了在三恶道，啊。那么障碍最多的就是那一种四肢变聪的邪见的，那个业障最重。人里面不相信佛法，四肢变聪，或是有邪见，啊，他这种就是障碍。啊，那么业报里面比较出众的障碍在三恶道，这种是业障重。那你可以作为人，基本上。在众生类里面，你的业障算不重的，就是这种障碍。障碍真正的障碍是障碍两个嘛？真正的障碍，佛法里面的障碍叫做业障啊，
它可能是善业，可能是恶业，但偏重在讲恶业。佛法里面说的业障，偏重在讲两个，一个就是障解脱，让你不能得解脱的；一个就是障成佛，让你不得成佛的。那大圣大圣偏重在讲这个障碍成佛的，啊，但是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业障，就是这个业，这个业会障碍你解脱的，啊，那么要解脱，要解脱，只有两类的人可以解脱，一个是人，一个是天。人比天更容易解脱，人的善业没有天的多，但人的智慧业，人有三种殊胜嘛，人的精进勇猛，人的意念深，就是人的智慧，对佛法的理解，对佛法的理解，那么精进勇猛修行佛法的这个力量都比天强，意念深、泛恨深、勇猛深，啊，就是能够修行，能够精进修行，啊，那么能够正确的修行，这个比天人还殊胜，啊，那如果你没有，你天跟人算是比较没业障的，天跟人算是比较没业障的，那你在人中又修学佛法，业障更少了，障碍就更少了，啊，那所以现在只剩下你去修学、去理解、去修学，那么你就可以趋近解脱道。但是大部分的人，啊，可能我们觉得就是被后期的佛教洗脑，都会告诉自己，现在是末法，我是末法的众生，我身在末法就是表示我业障重，我根气差，我烦恼重，我智慧薄，我福报不够，啊，你要知道，能够成为人，能够听闻佛法，那个都是业障不重的，能够成为人，那个是业障比较不重的，能够听闻佛法、相信佛法，那个是智慧比较高的。那你又成为人，又修学佛法，有些甚至还出家修行，啊，那么你都讲你业障重，那你真正的业障，不是因为你身在末法，不是因为你看见自己的烦恼，不是因为你修行有障碍，就是你看不起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的优点，这个是你最大的业障，啊，所以第一点要从不能够自觉于成为贤圣法器，不能够自觉于，啊，佛就是佛法中我们说法器，啊，就是你是佛道中的法器，啊，那么基本上，啊，就是法器就是你一敲它就会响了，啊，就是佛事中用的嘛，就是气是那一种，啊，大气啊那一种啊，那这种法门容像的意思了，啊，那你之所以啊，那么不能解脱，不能成为贤圣法器，是因为你自己啊，自己断自己的生路了，啊，就是断自己的解脱路啊。那这里是在讲说一般的人啊，那么因为看见佛菩萨啊，看见祖师大德，每个都那么厉害啊，都是出生就有一些不凡的什么什么啊，那么就会觉得自己啊，像释迦佛出生就会走路会讲话啊，然后我又不能啊，所以那个是出生会讲话啊，会走路的人才有办法修的啊，我这种要三四岁的时候还会讲话，所以不一定啊，就是我就修不了啊。那其实有很多世间的，我们从世间法来讲，有很多世间很厉害的，其实小时候表现的跟人家不一样，那不一样是他比别人差啊，比如说像爱因斯坦啊、牛顿，好像说他们很，就是他们一般人会讲话，他还不会讲话，哈哈，那就比别人更差了啊。一般人这个年纪就会走路了，他还不会走；一般人这个年纪就会讲话了，他还不会讲啊。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就是呆子了啊，或是白痴啊，其实不是啊，他是天才啊。但是就有这两种，一种就是比平常人更好，或比平常人更差。那比平常人更好，一般人就会觉得自己差啊。
那这个是不能以此自觉不得成贤圣法器，为世人故啊，就是为这种人啊，比较卑慢的啦啊，比较那个叫做卑劣心呐 啊那种心哦，那种心没有从自己是人能够学习佛法，佛法难闻，人生难得，那么你都成就了，那么这一点实在是，如果全世界的众生啊，就是这个地球上就好了。这个地球上假设有100个人，假设有100个人，因为现在我们的人就有75亿嘛，人有75亿，其他的众生呢加起来啊，如果把这个世界的地球的众生全部算成10000个人好了啊，10000个人把它缩到成10000个人啊，那么人大概只占100个，10000个里面大概占不到100个，再给他算100个了。那100个人里面，大概前面10个是学佛的，就这样哦，啊，只有前面10个学佛，所以10000人里面，10000个众生，啊，10000个众生，像前几天我才看到一个新闻说，啊，有人在研究这个地球上的蚂蚁到底有多少只，听说是他说50000兆，50000兆，超过50000兆了，5兆已经很多了，50000兆的50000倍。蚂蚁啊，蚂蚁啊，那老鼠是人的3倍、哦、你看这些就不得了了啊，其他的不用讲了啊。那么众生里面，如果啊，应该这样讲也太多一点。好，比如说100万好了，100万个众生有100万啊，太多了。然后我们把它浓缩成100万，人大概是前面的人大概是前面的100个而已，就是人啊，人大概100万里面的100个还不到那么多，但是我们就跟你讲一点，人有100个。100个人里面学习佛法的，啊，像佛教徒，啊，南传、北传、藏传跟乱传的加在一起，啊，就是什么都信啊，那也没有正信的，但是他也相信佛了，相信佛跟相信上帝一样的，那么也给他算进去啊，也才5亿个人，啊，1/15而已哦，信佛的哦，相信有佛的，那还不是那么正信的，也没他算进来，才1/15，5亿，15个人里面才有一个相信佛法。那15个人里面相信佛法，然后修行佛法，想要解脱的，或是修行佛法，啊，学佛的，真正学佛正信的，大概有看不到1/5，啊，就前面50个啦，就是100万个人里面，100个是人，100个人里面，啊，1/15就是100个人里面，啊，我们算多一点好了，啊，包括天人也算进去了，包括天人也算进去，就是10个人，100个人里面有10个人。信佛，那10个人里面啊，大概就2个人出家，啊，那你想想你在排在第几名，啊，那你都还不相信，啊，你都还觉得自己业障重，啊，那你那排后面的怎么办，啊，你的爸爸妈妈没有你这么信，啊，你的叔叔伯伯没有你这么信，你打开门看看你左右邻居，看哪一个像你这么相信，你说你业障重，那他们是怎么，他们的业障就像石头这样了，啊，都水泥灌在一起了，啊，那个不是重可以形容啊。所以你要真正的，你要好好的相信自己，你是在人类里面，啊，在这个我们地球上业障最不重的，那么智慧比较高的，为什么烦恼最不重？因为比根气比较利的，业障比较不重的才会做人，根气比较利的才会学佛。啊，所以你把这一点看清楚了。基本上你就不会自觉于什么，自觉于佛法，自觉于成为贤圣法器啊。那为了这种人啊，为了这种人，我们把稍微讲一下。为了这种人啊，所以因为这种看不起自己的了啊，不相信自己的，在毗尼中出生，所以啊，虽然他出生就能够在菩提树下成佛。这个大圣的佛陀观啊，其实他是可以成佛来的，但是为了这种人啊，他必须跟人一样啊，跟人一样，那么方便就是全巧方便，那么从小孩子跟人一样，从小孩子幼小年少成人，然后慢慢跟小孩子一样也喜欢玩，数欲福欲五欲具足人法，跟一般人一样啊，啊，那么嬉戏我们就比较知道了，就喜欢也是小孩子喜欢玩数欲。数这个数意，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啊，就技术技能。其实数意应该是这样，就是数比较属于，如果从这个经典来看，
它基本上术是武术，艺是文艺。啊，如果从这个经文来看呢，我们不是只是去找字典解释，不是啊，就是武术文艺基本上就是佛陀从小就是云文云武了，云文云武。如果从儒家或道家，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看起来，基本上叫做五术六艺，啊，就术有五术，啊，然后艺有六艺，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那通常应该就是五术跟文艺了，啊，服艺，啊，服艺主要服是调服，艺是调艺，调服跟调艺啊。那调服基本上，啊，主要除了啊驾车之外，其实就是调艺象啊、马啊，因为印度人都是调象。啊，调马，啊，你看有调象肩、调马肩，然后御车、驾车啊，这种技能啊，这种技能，啊，那武艺跟世间的人一样啊，追求武艺，具足人法，啊，那好，那因为时间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后面是讲释迦佛的大概到成佛之前，到成佛之前的跟一般人都一样啊，那。他之所以要这样，他这里的观念是说，他可以不这样，他可以超越一般人，啊，但是他只有在最初的时候，啊，那么表现跟别人不一样，但后来就都表现跟别人一样。他也不是完全跟别人一样，也不是完全跟别人不一样，啊，其实他在讲这个，啊，那么这样的话，啊，那么表示说他不是一般人。但是又为了要摄受一般人，所以要跟一般人一样，然后表示我修的你也能修，我学的你也能学，我所成就的你也能成就，啊，在讲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